家早安。那今天呢，是我从伦敦回来的，应该有一个星期了吧。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我家的厕所环境有一点不一样？对，我又搬家了。然后关于搬家的这些详细的东西呢，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吧，因为我觉得需要聊久一点，然后不可能在厕所跟大家聊这个东西。So, 很久没有跟大家拍 vlog 了，就除了 London vlog 之外，很久没有跟大家 update 我的 daily vlog。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皮肤生了一个巨大痘痘，它其实不是一个，它是连几个连在一起，三颗连在一起。这是我今年里面目前皮肤最差最差的时候。其实现在算好很多。其实在伦敦的时候呢，因为我带错了一套护肤品，因为那里是冬天，然后它就弄到我的脸非常非常的干。然后我带的那个护肤品呢，是那种什么抗痘啊、控油啊那一种，然后就弄到我的皮肤更加的干。然后我一下飞机回来，就是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就皮肤进入夏天的时候呢，哇，我的痘痘是直接爆爆爆，然后再爆爆爆，然后加上我又搬家，然后我搬家加收拾，我差不多用了三四天的时间。然后我每一天在新家收拾东西呢，都是收到凌晨，有一次是收到早上六点钟，然后就熬夜，基本上我这几天都是睡四五个小时而已，所以我的皮肤就非常的糟糕。幸好呢，就是那时候我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呢，就有收到了一套新的产品，那就是我试用的，用了之后呢，真的是好很多。对，没错，那这一次试的新产品呢，就是 Pukanyu 的这一个系列。那这一系列的产品呢，对我们这种敏感的肌肤呢是很友好的。用了之后呢，肌肤真的是健康很多。这个是我真的是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用到看到的效果。因为之前我一下飞机回来的那个脸真的是很糟糕的。这个呢就是 UP 系列，来自韩国的牌子 Pukanyu。 这个系列呢是超强的保湿系列，主要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呢补充水分，非常适合干皮、混油皮还有暗沉的肌肤。如果我那时候去伦敦带的是这一套保湿系列的话，我觉得我的皮肤应该不会这样。那首先呢，我刚刚已经洗完脸的，就先用他们的这个 Essence Toner。 这个 Toner 呢，它的质地不是水状的，可以看到呢它是偏稠一点的，只需要轻轻的拍打进皮肤呢，就可以迅速的吸收了。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呢，肌肤马上就保湿起来，然后后续上妆呢也是很好上。它里面呢有91%的 Milk Fresh Root Extract， 可以帮助肌肤恢复活力。它的产品呢不含任何的人工香料还有色素，所以敏感肌呢也是可以使用的。那如果脸特别特别干的话呢，我就会搭配他们的这一个1/3 Cotton Pad， 这个。那它里面打开呢是长这样的。那我的用法呢，就是用这个 cotton pad 来湿敷，就很像当作是一个面膜这样子。那我呢会这样子大概敷着一两分钟，然后呢肌肤就会特别的水。好啦，一两分钟过去之后呢，就把它拿下来，然后再把它拍进去肌肤里面。上完头了之后呢，就用这一个 Pukanyu 的 Moisture Serum， 它可以帮助保持皮肤的油水平衡，它的质地是这样子牛奶状的，还可以防止水分流失。它里面呢也含有橄榄油的成分，可以防止肌肤呢变得干燥。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Nutrition Cream， 它的这个质地呢也是偏浓稠的，但是呢它擦上脸呢是非常的柔软舒服，好像瞬间融化在你的皮肤上。
它还是可以达到强效补水的功效哦。它里面也是有很丰富的营养成分，然后它也是没有添加任何的有害成分的，所以呢，我自己也是用到非常的安心。它的价格呢非常的亲民，但是性价比很高。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开我的资讯栏，然后我会放链接在那边哦，大家可以去点点看。好啦，那我现在呢就下楼去吃一个早餐。那等一下呢，想要去 grocery 补一些东西，因为我现在的是新的冰箱，然后里面是完全空的。对，可以去补一点东西回来。早餐 order 了 Subway， 然后这个是 chicken slice。吃完早餐啦，然后现在呢就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为什么会搬家吧。其实主要原因呢就是之前住的那个家合约已经到期了啦，然后我们买的那个家呢，就是我们2020年尾的时候就买了一间家，然后那间家呢其实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是22年啦钥匙的，就是今年，可是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MCO 了一段时间，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原本讲好的22年的年头给我们出资，然后呢变成呢就延迟到了年尾才可以拿钥匙。所以呢我们就再一次搬家，然后搬的这一间家也是租的，是从 condo 搬去 landed house， 因为也想到 Hannah 之后会慢慢越来越大，然后她需要更加的空间去走啊爬啊，如果住 condo 的话已经是容纳不下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一个小孩。因为现在我们是住 landed house 嘛，然后就一直上下楼梯，变成我们那时候搬家的时候就花了一点时间，就是我的东西一直要上下上下上下这么搬，然后我超级无敌的累，我就是没有睡几个小时吧，每天。然后现在总算是还剩下一个20%吧，所以等一下可能晚一点回来再继续收拾。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That everything seems to crumble around you. I know that you feel all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What's best for you? 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好啦，我们现在出去拍摄了。今天呢，有几个夜配要拍，然后他也是有。我到啦。然后现在呢，第一个要拍的呢就是。防晒哦，为什么没有阳光？哦，有了，对，所以呢，就是特地找了一个比较有阳光的地方拍防晒。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what is best for you.那现在呢拍完了第一组的照片，今天只能够拍到两组，因为有一组我的产品带错了，所以呢今天就只能拍到两个。 Hey you What's up? 有力睡不醒，我们每天都睡不醒。拍摄完啦，就来吃午餐。听讲
有一家很好吃的泰国餐厅，是这间，这个泰卡啊。Key In 说这一家很好吃。Not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 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what's best for you.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然后今天呢就有 book 了 house cleaning 来家里做打扫，因为等一下 baby 呢就可以回来了。 So house cleaning 一边做东西呢，我就要一边继续收拾，因为我的家还是很乱。 OK。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 That everything seems to crumble around you. I know that you feel all alone in this world, but you have to.Put your trust into us, and we will help you through. 'Cause we only want what's best for you.